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看大圆挪天宫，他们这一次去开基玉皇宫领旨，然后去新营太子宫业主进香回来，因为想说他们的宫庙也在大圆嘛，所以想说来带大家看一下喽。偷偷告诉大家，就是他们的机身非常的帅，如果你喜欢帅哥的话，千万不要转走哦。
OK， 各位，刚刚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圆挪天宫去新一太子宫业主以及他们这次灵子回来的过程。没想到我们大圆挪天宫的太子爷这么的照顾我，那我下一次一定会去拍我们大圆挪天宫的故事让大家了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麻烦帮我订阅、按赞及分享。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这边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在10月10号那一天呢，我与马克说要参加我们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善寻千里最后一里路的活动。那当天呢，我与马克在山上也会有一个摊位，那在山上当天呢，我们也会发放一些小礼物，那希望大家有空的话，10月10号当天也欢迎大家请自己家里的神尊上来一同共襄盛举哦。 OK， 那我们10月10号再见啦。